这个单元要学习的主题是天气与气候变化，要觉察并讨论天气现象有雨的变化。动动脑，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哇，下雨了！为什么天空会下雨呢？小朋友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云层中的雨滴经过不断的吸收与合并后，重量会跟着增加。最后，当水滴的重量超过空气无法负荷而掉到地面上来，就称为下雨。我们接下来透过影片来了解水循环的过程。如果依降雨的强度来分，降雨的形态可以分为雨、阵雨或者是雷阵雨。雨是指缓和而连绵的降雨形态，通常是层云的降水。阵雨呢是指忽强忽弱的降雨形态，通常出现在积云中，例如夏季的西北雨等等。雷阵雨是指伴随着闪电、雷声的降雨，通常降雨的瞬间雨量比较大。什么是大雨？什么是豪雨呢？大雨是指24小时累积雨量达80毫米以上，或时雨量达40毫米以上的降雨现象。豪雨呢，则是指24小时累积雨量达200毫米以上，或3小时累积雨量达100毫米以上的降雨现象。大豪雨是，如果24小时累积雨量超过350毫米以上，就叫做大豪雨。超大豪雨是24小时累积雨量达到500毫米以上哦。那这阵子天气变化相当大，强降雨一下，桃园机场就不时传淹水。但是以日累积雨量破500毫米的超大豪雨来说，威力到底有多强呢？我们实际到气象局的体验区体验，不到几秒的时间，即便穿雨衣都变成落汤鸡。7月1号开始。气象局针对这类致灾性的大雷雨，也将比照地震，开始以简讯提前通知民众。接下来，我们借由影片来了解超大豪雨的威力。下大雨。
淹水。车子溅起厚厚水花，强降雨一下还让桃园机场变成水乡泽国，行李箱都飘在水面上。这种降雨即使撑了伞也根本抵挡不了。大豪雨区这24小时这个350毫米，哦天哪，雨衣已经根本没用了。不过我们最后要走到这个台风级的超大豪雨区，可以看到我整个人已经快湿透了，因为呢这24小时累积了500毫米的雨量。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，说可以看到我虽然穿了雨衣，可是我的脸、头发还有我的雨衣、衣服其实已经全部湿透了。雨都只滴到我衣服。你衣服哪里湿了？裤子每次在那个地方全都湿掉了。除了下雨，处在地震带上的台湾地震同样常见。这是发生在5月31号瑞士规模7.2的地震，当时花莲、宜兰都出现了4级震度，用说的没什么感觉。地震体验区可以看到，现在震度到达4，已经有点站不稳了。到达5的时候呢，就会心生恐惧。那我们现在在6、7的话，你可以想象吗？是跟921的时候南投鱼池的震度一样。不过这几次地震，不少民众手机都会收到警示简讯，而从7月1号开始，致灾性的大雷雨也会有简讯发出。俗称细胞广播的这个灾防告警服务呢，通常会是比较剧烈的大雷雨，大概60分钟的雨量要超过80毫米以上。就怕天气变化大，民众措手不及，再成气候受害者。希望借由体验到提醒，让民众提高警觉。东森新闻卓金国前留在台北报道。最后，我们来进一下脑力激荡。云和雨有什么关系呢？一，云是大水滴，雨是小水滴。二，云层中的水滴会合并成为雨。三，许多雨会合并成为云。相信你心中已经有了正确答案，正确答案是二。你答对了吗？如果答错了也没有关系，再往前复习一下，相信你就会找到答案哦。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，下课咯。